让一下，谢谢，让一下，快，住手，住手，干嘛呢？要不你们趁热再来一次，天气也热，你们也趁热。一队，B级，要不再来一次？到这儿，这都是贱人。到这儿，这就是互殴了啊！到这儿，这就是故意伤害了。当时人家要多少赔偿，你不是不知道。要没有我，3年你能放出来吗？我们最大的主题，老百姓要的公平和正义。只要打了，就没有人没有理，谁重谁有理。他干了20年，他很清楚，再正义，对方受伤了，这事儿坐实了。想要个说法，不都给你说法了吗？咱得翻篇了，是不是？他上榜是为了搞一个公道。不公平的事情，老百姓太多了，每个人都有，身临其境。所有人见义勇为做了好事之后，要被抓起来的话，那谁还敢做见义勇为的事情？中国刑法第20条是沉睡的法条，法律是人制定的，他身临其境了，他才会制定这个法律。对，正当防卫。多少人是不熟悉天哪，这个是全社会都面对的问题，需要一些好的一些作品站出来为那些不公平的声音发声，让大家去关注这类群体，我们都做一个勇敢可以为他们发声的人。这几件事看起来在你心中有非常深的印象，成为你为老百姓说话的这个基石基点。我替这帮人说话，我得反击这件事，学会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通过最基层的检察官追寻公平的这种定义和他的真理，为民请命，拍成这样一个感同身受的这样一个故事。咱这个戏啊，不要拍得那么庄重哦，不要让它变成一个政法辩论会，因为它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就真正回到生活中去。镜头各方面不夸张，要求视觉完全不抢戏。好，大厨帮老大了。哎呀，还有面包呢。生活，每天都是在我跟雷佳音的戏，我们都是会觉得好生活呀。你妈是 Q 啊？爸是啥？爸，你肯定得是大王八呢。大王八。爸是小三。您的话，他是检察官，是一个比较体面的工作。父亲，我父的鞋吧。但是呢，到了中年，他有中年危机，就中年人应该有的这些瑕疵吧，比方说这个。我来，腰不好。我走。啊，冒虚汗。他个人特点，比如说他的腰痛啊什么的，会加一些腰靠之类的东西。这些就是中年的一些疾病，他也有，怕媳妇儿啊，等等。法律人别说法律，再说法律跟法律过啥啊，娘？我跟玛丽的戏呢，我们俩设定这个夫妻关系就是拌嘴。不是我养大的吗？我不难受吗？你难受吗？我没看出来呀。我怎么不难受？我心里不骂凉。希望用这些点吧，组成一个鲜活的。啊？儿子几个人打的你？4个人打，打这么轻？啊！张嘴就骂你妈，真别擦了，擦秃噜皮了都。你看看，那擦秃噜皮了，给孩子。擦秃噜皮了。没事，妈擦你，你跟家妈别擦了。皮了，妈真行。跟儿子这位合作倍儿亲，然后我俩还也真的就把他当身边的小孩儿啊。让开！挺狂啊，知道爸是谁吗？你妈没告诉你。狂啊！
进一个政治，然后见义勇为吧。然后雨辰的话，他是爱踢足球，他一般踢足球的话，他耐力会好一点，所以他应该会有一些运动会的奖状啊，足球赛的奖之类的。作为我本人，我非常支持就是韩医生这样的行为的，就至少有人能站出来，就是为那些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人撑腰吧。让开！你们家说我儿子霸凌，结果我儿子骨折了，你儿子没事，这个该怎么处理？你第一次在派出所什么态度啊？我是是，而且他什么态度？我儿子为什么打他？两个小朋友在一起打打闹闹，直接抠眼珠子。那是打打闹闹吗？我的诉求很简单，我就要求你们给我儿子道歉，因为我心里边认为我儿子没有霸凌。最核心的是不想不想起诉我儿子，人家不按了，到时候考卷受影响啊！陈文祥，我认了。那么小的一个孩子，他做了好事情，他要道歉，可能对他以后的人生就完全完全的改变了。他可能再遇到人被打，他不会再管了。公说公，婆说婆，好像两个人都有理。我作为一个道德判断，我觉得很难。其实打一开始我作为一个检察官，我就知道孩子做的是对的，理性和感情矛盾，但是生活社会它不是这样。别张主任，张主任，我的难度是在于此时此刻我到底是个检察官还是个父亲。反正我这身份啥身份呢？别想那么多了，赶紧的，儿子的事最要紧。你半个身子是法律，半个身子是爸爸啊，所以他肯定不平静，他肯定窝火。他得有苦，他不好说，这就是他的这个困境。拍那场戏，我并不知道要发生什么，这个对我来说是最难的。因为那场戏太重要了，包括人物的一些调整和改变。小型的第二条。凭什么？谁以为要道歉？我问你，以后谁还敢做好事啊？哎呀！报警干什么？啊？抓我儿子是吗？这个女性一定不是泼妇撒泼去失手去打了他，而是作为妈妈，她有她的任务在，她一定是为了保护她的孩子。我就觉得平时看着嘻嘻哈哈的这样的一个女的，大大咧咧的，但是真正在所谓的自己的命运和孩子的命运面前，她一定会放弃自我。这就是郝秀萍，哎，这是他的女儿君君。你好，你好。人是需要互相帮助的，互相理解。这三个女性代表了完全不同三种性格，但是共同点是她们很善良，也都很勇敢。赵丽颖的角色真的会给人印象深刻。真的。解读人物更多的信息背景之后，觉得这个设定会更加的贴近角色。自己不光是说手语上面的一个困难，还有更多是内心对于诠释这样的角色，可能他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除了手语之外，还要去观察体验。如果咱们继续，就要给你体验生活的时间。我们之前带着赵丽颖老师去体验聋人的生活，观察这个聋人的表情状态。给戴帽子的姐姐。丽颖老师是一个非常钻研、非常下功夫、很认真的一个人。是一个人的头，对，然后抚摸他的爱。他玩了，很听话。轻点不只是在剧本里的那些台词，他还学了很多其他的词，很多其他的语法。下小雨。可能第一天的时候他只是观察生活，到了第二天第三天他就会戴着耳塞就不说话了，就比划。对于我来说也非常的有难度，在有限的一个时间里感受那种没有声音的更接近角色的一个氛围。一下子这个人的戏很抓人，而且对他的反差来说意外。他整个造型走到我面前的时候，每一次跟他对戏，我对他都充满了心疼。行，挺好，你觉得有苦说不出。
其实中国人的跪常常是啪一跪，跪跪的和跪的人都展示有天分，因为中国人文化就是这样，你啪一跪都要先不要抓，啪一跪就是潜台词就是大兄弟我给你跪下了，看看就这个台词，然后再说你帮不帮。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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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萍姐，可能形象上面表达上面可能不光是会手语，在表情啊可能要更接近这个听障人士。因为这个故事有真实案例做基础的，它是从三四线城市以下，所以我们就去看大家生活所有的细节，从街上到家里。进郝秀萍的家之前，我对于郝秀萍的惨只是想象，也只是剧本里面文字的解读。走进她家的时候，我的确被震慑到了。我在想，如果我是郝秀萍，每天睁开眼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家，我会生活在怎样的一个绝望里？是因为这些点点滴滴累积到坚持帮助郝秀萍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坚定。他自己无能为力去面对，但是这个时候他们给予他的这个帮助会格外的珍贵。这啥意思啊？谢谢咋的呗，儿子给比个心。不用谢，就算我儿子强奸了，他不该是死罪吧？但他被人捅死了，那么捅死他那个人该不该是死罪？这个角色肯定是拨动韩明走向那一步的一个重要的砝码。人们做出一些变化的选择的时候，往往不是在一瞬间。从他孩子在学校的状况，他在办案过程中所遇到的这些真实而普通的人，张桂生，真正到一个以人为核心的这样一个检察官，首先你得是一个人，大家有共鸣，不能被这身制服给限制。你大部分时间里是生活中，尽量少出点那个关系，这是刺激。我去检察院下生活，我去看这些检察官，我也问他们，检察官到底是什么样？检察官说我们上班是这样，下了班跟正常人一样。最想突破的是真的是让人看到有血有肉的检察官，这种人物才真实，特别可信。像检察官他干了二十年，他见了太多这种生死离别，听过太多离奇的案件，感觉人跟分类一样的，然后全都在不断殴打他。这样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其实就在身边，只是我们没有遇到过。其实有一场戏是我在办公室跟吕玲玲发飙发邪火。2014年周显平案，面对三个人围殴，周显平将其中两人扎伤，故意伤害罪。2015年贾云科伤人案，故意杀人罪。2016年何峰伤人案，故意伤害罪。2017年曹爱玲伤人案，故意伤害罪，都这么办的，都这么办的。你觉得这些都对吗？怎么不对？哪儿不对？就是我想知道，就是如果再发生这种事的话，应该怎么做？我在想，我在去帮人，为什么还要把我抓起来？其实这个人到这儿，从情感上他已经接受了，但是他知道生活的做不到，他在这儿发邪火。他人在伤害我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还手。为什么会没有人能够帮一帮这个人？让我们所有人看到了生活中的常态。替老百姓说一些老百姓的话，公平，很多问题抛出来，让大家参与到这种思考里。他希望唤醒韩明曾经的那一株火苗。要有确定，要有答案，要有正确答案。肖央勇当兵失败，免于刑事责任。正当防卫，辜负刑事责任。我们家都在。
认为福州检察机关认定警方宣告于世生做出不起诉的认定赵宇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属于正当防卫，属于特殊正当，我国刑法第二十条完全符合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无罪释放。法律是温暖的，每一个人可能都是一个小小的宇宙，总会有不公的经历，人与人之间是需要互助的，面对任何危险的时候勇敢是对的，勇敢没有错，见义勇为这种事儿我们也干。极度的残酷带来了伤害的时候，温暖的力量才会足够的强大。我相信每一个检察官心中都是不平等的人，尽己所能惩治犯罪，为弱者鸣冤，为苍生请命。我们判的不是案子，是别人的人生。